欸，不是啊，不是，我只是想问，非单宽下的渠道歪理你要怎么简单的计算，而不是用支付宝慢慢的算啊？你这样跟我一大一长流算干嘛？哎，兄弟，这就是你的不对。我取利且利略，将带来一个方程式，改变你的一生，就是反歪理方程式。你想想看，你现在在算所有数据，你算了临界水深、流量、比能，你以为在算这些东西？不，不是，这都是歪理在以另外一种形态在作祟。当你发现你现在的学分已经被歪理所控制了，停下手边的工作，保持冷静，然后，停下手边的工作，保持冷静，然后立刻跑离歪理的控制，让他知道谁才是老大，只有你，还有你才能控制河川的变化。这就是我取利且利略 ，A.K.A 学分暴君，在2021年底，这个给人类最后的礼物。